我总觉得一定遗漏了些什么，总觉得符咒也是一个纸条。收播了就放，就关掉啊！吵死了。好吧，记录。这边我应该都找过了吧。过不去吗？过不去，所以，又来了，应该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在吃。对了，我跟他。在我房间感觉就很窝心啊。那个喜太郎君，我可以哦。喜太郎君的话肯定没问题的，所以要对我温柔一点哦，拜托你了。我知道，在一个美丽的星空下，我们结合了，两人连一刻也不曾分开，不愿分离彼此。不想离开你，所以握住你的手。我们唯有那样，你们只要那样做就好了。一点不糟糕好吗？他们搞不好只是在玩排期啊。真的是，人家搞不好在房间里面玩 PS2， 或者在玩其他的 LOL 之类的。你们为什么要往这色的事情在想呢？真的是，现在我可以过去了吗？记录。玄关。镜子边边好像有什么。又是小笔记，想知道？那么告诉我你的事吧。鞋子，除了我的鞋子外，还有一双，是谁的鞋子呢？应该是学校吧。哎，你说分手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不要，不要分手！我讨厌孤零零的一个，我不要自己一个人。别这样，喜太郎，不要丢下我，我最好怎么活下去？为什么变成这样？我们两个一开始不相遇就好了吗？所以为什么喜太郎跟人家提分手？那搞不好发现了女主角的黑暗面，我全部都想起来了。知道失去所有的现在，我一定要采取的行动唯一有一个。要干嘛？又是花瓶，我被现实勒死了。你想要1、2、3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，我缺4而已，4在哪里？谁告诉我是在哪里？对，我先存档。是会在这里吗？这里好像是五拍蛇口，还是在这里？我觉得在客厅的几率很大、欸。
流血了。Hello， 等等等等，这太……好吧，没什么好害怕的。我得到了永远，把你永远的放在我的身边。没有比这件事，没有比这件更令人感到幸福了。因为从今以后，我将与冰冷的你度过一生。哎，你说分手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不要分手！我讨厌孤立的一个人，我不要自己一个人。别这样，吉森，你不要丢下我！我这样怎么活下去？哎，原来是反过来的。那种事，就算我们商量，你也不会，你也一定不会了解的。所以对不起，我被拒绝了。原来分手的是另外一个人。不是的。哎呀，只有这个选项吗？不要这样了，勒住他的脖子。哎呀呀，你只有这个选项吗？上下左右都没有用。我为什么一定要杀了他不可呢？超级超展开，我偷偷的吻在深邃里变冰冷的双唇上。深邃里并没有回应，我是知道的。就算如此，我也很幸福。真结局，我的爱的形式，超快欸，为什么？他就真结局了？真的怎样？这游戏超快的，这样就结局了。这就是真结局，他不会结局只有一个吧？对啊，应该是有别的结局啦。应该是另外一个女生吧。他们说合照的里面有两个女生，其中一个应该是她。因为我没有拿到第四张小字条。有特点吗？哦，特点要打字。那如果我直接从玄关走出去呢？这应该就不能走了吧？回不去了。要离开家吗？离开，下，跟你从房子里出去。我绝不回头，今后我们分道扬镳。啊？等等我。西太郎君，你要去哪里啊？不要，你别走。我不要，你哪里都别去。我也知道，
我做的事很异常，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。我不想要被别人夺走，我不想你被其他人夺走，所以我不得不杀死喜太郎君。没事的，你不会是自己一个人死哦。杀了喜太郎君后，我也会去死。因为就算我把你监禁起来、关起来，你还是想逃走。那这样可不行哦，你逃跑的话，就会很麻烦呢。哼，你说我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但是我爱你啊，我想要你永远都是我的东西，没有其他的方法了，没有了。Bad ending， 你的爱的形式，这两个人都有病。这两个人都有病。不但都有病，而且还病得不轻。是啊，没有离开的必要。那种事我一开始就知道了，我明明是知道的，但是却逃避了那个现实。所以我要到哪里才能找到第四张笔记呢？还是说第四张笔记从头到尾都在我的身上？不会吧？先把三张笔记破光后，可以欣赏特点剧情。对啊，为什么？现在回去床上的话，应该就是只会看到尸体而已吧。马桶有点臭臭的。啊，528的地方好像有什么东西，一张小笔记。为什么？啊，我这样我就收集全部了，是吗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，有了。好，记录。这样我就可以欣赏到特点剧情了。好了，这样我就可以欣赏特点了。反正不是男的杀死女的，就是女的杀死男的吗？所以其实还蛮复杂的，所以到底是女生提分手还是男生呢？因为选择不同，所以会有不一样的选择，就是不一样的因果吗？勒住脖子，还是只能勒住？
像现在就是只有两个，一个就是我的爱的形式，一个就是他的爱的形式。STAFF 是这个吗？我可以快转吗？ STAFF， 等一下再特点输入这个应该可以吧。不晓得有没有那个小三，那搞不好也是出来跑龙套串场的。哦 ，STFF 是工作人员是吗？可是我已经说一个哦，3510。3510，你是谁？小三出现了。哎，你怎么了，小七？为什么在叹气呢？有什么烦恼事吗？他应该就是超了。小超，我能问你一件事吗？嗯，可以哦，因为我是小七的同伴。无论何时都可以依靠我，谢谢你小超。其实啊，我现在有一个很在意的人。男生吗？没错，是男生。你是怎么啦？这一点都不像小诗。我也知道啊，可是就是很在意他。我想要是那个人的话说不定可以，但是就算我们交往了，终究会因为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才好。不要紧哦，因为他是小诗喜欢的人对吧，那么他一定是个好人。是那样吗？而且有一个可以解决你的烦恼的方法哦。哎，是什么？我可以做得到吗？很简单哦，连小事也可以做得到的。因为只要迷惘的话，杀掉他就行哦。只看单字的话，那很像在骂脏话。好吧，特点结局。所以其实都是这个女人在出谋划策的意思吗？我们是碎里的逃亡结束了。